说要做画稿的，做示范稿件的，第一支啊，有的，就是我去那个市档案馆查了民国和那个晚清时候的纸，查了个纸质之后，回来按照这个要求来做的。这个纸就比较细腻，它就改变了原来三皮纸造的感觉。就这样，你看那些坑洼不平的，对，这一图一图，一些坑洼不平的，把杂质去掉的地方，对吧？这些，我们现在通过熨纸把它熨平了啊。熨不平的怎么办？下一步，这一步我们可以熨平的一部分，有些纤维比较粗糙的地方，哎，不能完全熨平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下一步用压制法，还有压制法，这个纸呀，来熨纸，先把纤维属性给它加热。改变，但这个手法很重要。咱们现在看看，是不是这个湿的坑洼的地方没了吧？嗯。这张纸就是，我们就这边压，压完了，它就很光滑，显得很有质感。是在反面，为了满足不同的画面的需要，这个反面也在压光，压光之后做画的方便装裱师，他这个装裱有时也是用自己做画，想寻求一种苍茫的感觉，也可以借助这个纸来实践。让它一些比较毛糙的感觉，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，这是背面已经很光滑了，把这个工具在这个三皮纸的这个废物转化遗产标准里面，它没有这样。当初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，考虑的是生产标准、产地标准，并没有考虑上本身那个纸作为我们书画，然后传单里面专业的来使用。现在看看是不是感觉就很细致，这个它就很